缤纷国际的布置和咱们家乡的大礼堂变成了游戏场内底，阁是阁因为关卡透过着关注的这指引，和体验的学生是算加真欢喜。我们想要训练的是幼儿的手部能力，然后就精细动作会有揉捏、抓、握、放这样子。对，是可以真的吃的，我们是手工自己做的这样子。这个相关的所在是咱们家乡的幼保科第47届的这个毕业成果展，由别着过去请着幼儿来做着这个体验。这回换了一个方式，透过着相关的训练学生，这个低价甲表达沟通以及推理想象创造等能力。那这一次呢，用这个过闯关的这样子一个方式，我们就分成目前呢，最主轴的五个行业呢为关卡。就是魅力四射，就是这个流行时尚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这一个有你真好，也就是邮差啊。还有的话呢，就是分秒必争的医师，还有魔法厨房的这个烘焙师啊。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青农的部分，结合在地的，就是农夫。五个相关游戏对发想到场地道具的设计准备布置，让游学生来一手包办，而且五个关卡共计着五项职业的类别，透过游戏设计体验到这个职业的趣味甲专业。虽然说现在平常比较少即兴，可是就是大家还是会比较常看到邮差这个职业，所以我们就想说从日常的职业去设计，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的送信，然后再到寄信啊，然后把信送到各个邮信到那个各个岛屿上，对。你这回成果展是展现幼保科学生教学的这个专业的能力为主轴，教学对象由幼儿改变变成国中生，对了幼保科学生来讲更加是无同款的体验。为了相关游戏的设计嘛，展现了幼保科多元学习甲真正负责的专业特色。蓝天新闻台以下报道采访报道。